PDD 说还没开店就已经算店租了。PDD 说还没开店就已经算店租了，那我问你啦，东西现在在哪里做出来的啦？在我家吗？在你家吗？在 PDD 他家吗？厨房在哪里？厨房不用租金吗？你们取餐去哪里取的？天上吗？路边吗？我的炉子放在路边烤吗？我最近都在找房子嘛，我也讲了嘛，我没有收掉，我昨天又不是说我要把它收掉，我是说我继续做，等我找到店面。啊！你们都看新闻的，干你娘的！新闻不要说我收掉，新闻还说我明天要去裸奔呢。